呢架咩飞船嚟噶？我从来都未见过呢种船。卡迪仔，总统嚟我哋个花园做咩啊？我哋嘅世界而家好危险，我想你同我一齐拯救呢个世界。我同老豆唔同，佢先至系探险家。我知佢失踪嗰阵你仲好细个，但系而家你系唯一嘅希望。 卡迪先生，我真系好仰慕你，多谢嘅爸爸嘅。你估你可唔可以冇签佢个名啊？嗱，呢个到底系咩世界啊？艾文，你带埋只狗 ，sorry， 我哋而家好明显喺一个未知嘅地方。哇！ 好嘛，我谂你应该连一只字都听唔明啦。我梗系听得明你讲咩啦。啊，老豆，爷爷，我做咗爷爷。呢度系乜嘢地方啊？悬崖好似有生命咁肉，啲海水仲可以溶解你身上嘅骨同肉。呢度所有嘢都想杀死我哋。你介唔介意我叫你达达啊？因为你俾到呢种感觉我，所以。好痛！我知我系抵打。爷爷好犀利啊！佢一啲都唔犀利。你送咗把开山刀俾我做生日礼物啊嘛！系<笑>我先会送呢啲嘢。我嗰年两岁，你哋一家团聚的确好开心。大胆阵先，而家要拯救世界。我哋好需要你去解决呢个危机，如果唔系今次一定会玩完噶啦。咪住，真噶？梗系唔系啦，我同你讲下笑噶咋。啊啊 冇谂过会系咁。有我岑嘉琪、袁龙加把口，迪士尼奇异大世界，11月24日，笑爆大银幕。